们现在依次揭开礼物了啊，这个来，你来。好，那就由最大的这个人先来揭开一下，跟拆盲盒。你听啊，秋末的落叶。你听啊，秋葵的落叶。你听啊，心动的。你是心动呀。我是心动啊。快点。那今天给他带了一些开箱的直播。等一下，这个有点，这个袋子有点。那么拆箱博主真的是很良心啊！这里面有一个 B 字的标 ，We Sorry 的标。然后呢，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好吧？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是那个口罩吗？当消毒水还有口罩，特别棒，特别棒。是那个消毒的那个，对，是消毒的一系列物品啊，叫 Boss 们。这个的用意可能就是为了，哎，防保护，还是很有用的嘛，注意防疫啊，对吧？就是，对，保护自己，注意身体。礼物的 staff 各位姐们，希望你们保护身体，注意身体。哎，OK， 那现在保护自己，下一个，下一个该小雨了，小雨你拆，你拆。哎呦，这个我看过了。啊，你怎么看？我都说了、这个，他刚才给我拿的时候，他看过，所以他想要这个。这个对你一年的帮助都很大的、啊，这是三年模拟，五年中考，五年中考，中考英语，防过来，而是英语嘞。我的天哪！买它，买它，买它！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五三这个东西呢，确实是不太。这个东西，抽一位 boss， 吗抽一位 boss。抽一 boss， 抽 boss， 抽 boss， 抽一 boss 吗？你抽一波 boss， 然后幸运 boss 要在2天之内写完，然后给我发过来。发图、啊，发图、哦。而现在帮我拿。开玩笑了，这个完全开玩笑。请问这个是什么呢？薄薄一片。我觉得最小的包。我们来猜一下，有注意防疫，有注意有注意学业的。学那这个是工作的吗？还是？我感觉是生活用品的，还是？还是。我感觉这是张纸上面写的一段话哎。但是我觉得如果给识货的话还是比较好，比如说现金什么的。这如果是给美金搭了，打你的钱给我搭了。搭了搭了。这什么啊？什么？我的天哪！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是一个 Boy Story 送你10张 Boy Story I Will You 续的数字专辑。哦，不错不错。不能给扫。哦。你是不是裂开了这波？没关系 ，boss 们，如果不是眼疾手快的话，你们应该是截到不了这张二维码，所以说没有关系。哎，可以可以，我、哦、可以可以可以。那现在呢，我要给你们看，你们要那个该扫的扫一下。大家都扫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才发现咱的背面也是有的呀、啊，我才发现背面也是有的呀、啊，所以说已经透露了，好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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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那 boss 们拿出你的第二部手机准备扫啊！啊，一部看直播，一部扫二维码。现在呢，给 boss 们准备手机的时间，打开你的二维码。OK， 那么现在呢，不留不给时间了。打开你的微信，扫二维码。扫。4987654321 over 的。扫一下，扫一下。扫就该扫了。没了，不给，没了呢，还没扫呢。哎、我扔10张啊，照着我扔10张。哎，才1张。特别的幸运啊，哪位 boss 呢？有没有抽中的呢？该不会都是笨蛋吧？啊，不知道哎。有没有？如果抽到了，抽不中就是笨蛋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可以发在超话里，让我们一会儿看一下，好吧？抽不中就是笨蛋。哪个笨蛋没有抽中？别学我。这个好像只有一个人可以抽中，所以说几率有点小啊。是。所以说能抽到还蛮厉害的，手速比较快。为什么我刚刚看的好像有个粉丝说他抽中了？好像啊，骗人谁还不会？我抽中了就骗人哇、哦，好多粉丝都抽中了哎，哇、哦哦，你们真的太棒了，太厉害了呢、哦，太棒了，我有，你啊，我有啊，你买过呀？有人说不用了，买了买了，不用了是吗？不用了是吗？你确定吗？你确定吗？如果你确定的话，我们以后不开直播了，我也来扫一下，早就扫完了。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啊！我就看看，就一秒啊，一秒。哎哎，我挂着挂一个小时都可以，因为已经没有用了。那么确实是没有办法呀。那我们就 ，boss 们如果有想对我们说的，赶紧打在公屏上，我们现在马上要翻盘了。boss 们说买了，感谢。啊，
赶紧打出来想说什么啊，我们会挑有意思的回复，好吧，只挑有意思的只挑那个走得慢的那种。什么走得慢？就是看得清楚。嗯，根本看不清楚。好，他你们说话太快，我就看到那个说那个，发言不能太快。照一下看吧，给你看。怎么？妈呀！我说他们自己看直播了吧？妈呀！他们开始看直播。帅呢？注意一下你们的形象啊，把你们的脸要露给 boss 呢。你们往后坐一点点。帅帅气气的。注意一下啊，注意一下，我要给 boss 们露看你们的脸。Look, 听不见声音，是你们听得到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听得到。看来只有家宝哥的家里信号好了。真的很慢。没办法呀，他们这个信号问题实在是。没有办法和咱们一起共同进行。你听到贾宝哥的声音？贾宝哥，你在傻笑什么呢？那咱们可以先翻牌吧，先翻牌吧，翻牌吧。那没有办法了，没办法。你们是想吃我们的奶油蛋糕？来吧，翻牌。翻牌。翻牌。有一说一，你们刷的挺快的，我们可以看，我们可能看不清楚，我们就挑真的能好看一，有个粉丝方便看的。有个粉丝说我，你但是没有说话。抽什么呢？少看土味，偷吃。哎，我觉得 boss 们最近很能说这个少看土味。啊，我们让 boss 们解释一下，这不是看。是如果我用有手机的话我都会看到的。怎么我每天要这样看手机？我们哪有看土味了呀？我们经过 boss 们的教训之后已经很少看了，已经没有看了。而且什么是土味呢？什么是土味？就是土味这个没有一个明显的定义，对吧？本身我可能也是土味。我就是土味的定义。开玩笑，我其实是潮流。潮流。有粉丝说我们三个中分仔。我从今天开始要带领新一代的潮流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看一下，努力。嗯，哎呀，好，其实说实话，啥都看不清。你们发的好快，好快呀，好快呀！要不然咱们截屏吧。好吧，咱们截个屏吧，好吧，截个屏吧。你们发的太快。一个月手机拿我们是小雨先生，小雨桑。来吧，让我来。这么你就拍一下，你就拍一下。让我来拍一张。慢点，连续拍三张，3、2、1，走。OK， 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哦呦，我的脸呢？你被你拍的特别棒啊！他没有说，哎，你们是不是爱豆，不是相声演员呢？您高兴了吗，姐姐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是不是爱豆呢？你说呢 ，boss 们？其实我们就是相声演员，特别感谢，感谢大家。有一说一啊，以后我觉得可以多做一些直播。咱们如果没法见面，咱们就多直播，跟你们聊天也挺好的。有二说二，确实我们是相声演员。那么第一次暴露这个身份呢，确实也是大家期待挺高的，应该。就希望以后还多这样聊一点相声。应该蛮喜欢的呢。嗯，这样没问题吗？不给他整活，我们来一起这样。哎，谢谢。我们三个给大家重新整一遍活。再唱一下 ，Let's go！ 你们看着啊，开车的感觉。谢谢。越帅越。哎，越帅。OK。那么再来一个，小哥，再来一个。你说我是不是安生了？我是相声演员吗？特别搞笑啊，不是吗？3、2、1 ，Go！ 看一下。慢点什么？哎呦，你 Go！ 贺西龙多久剪头发？你说我多久剪头发呀？我不知道呀。明天就剪。我们也想剪头发呀。我明天全部变成秃头。我们现在已经
头。没全部人变平头。栗子头，我给你来一个。没，其实多久剪头发呢？我们也不太清楚，就是怎么说等。看安排。因为现在疫情原因嘛，所以大家还是在家里面待着。而且我们刚回北京隔离呢，不能出去。既然 boss 们想看我们剪头发，我们自己剪好了。哦，这是你立的 flag， 跟我们俩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假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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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假的吗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剪头发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啊，再来一个吧。来吧。Hey, what's up, bro？ 哎，看不到我。三二一，咔嚓。五三四三。三二一，你们三个吃胖了吗？你们三个吃胖了吗？你说呢，宝石们？没有呀，怎么可能啊？哎呦，我你觉得我们三个像吃胖了吗？ boss 们，你们吃胖了吗？ boss 们肯定，哈哈，我那天看到就是说吃胖也看不出来，戴上口罩什么都看不见。其实我们没有吃太多胖，长高了，但是胖主要还是我们三个帅了吗？你们可以打出来，胖帅还是不帅？哎，下面还有一个问，近视多少度？不知道，实在是不知道。就近视这方面，其实我把它拿捏的死死的，一直没有，没有近视，没有近视。再来一个，三二一，咔嚓 ，OK。没有近视，完。我看到有人发不帅了啊！别在那儿，就当我看不见。不帅是吧？这位 boss， 要我把你 ID 念出来吗？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，还是有 VIP 的啊，那就给给你一下面子，好吧？再来一个吧。三，你们再说一点好玩的话，我们可以。你们先说一点好玩的话呀，我们才能结，不然结下来就说不帅，不帅，不帅，那对。你们说不帅，我们就生气，我们就生气的话。给你们十秒钟时间，赶紧把好玩的话打在公屏上。没有说这个直播真的有意思啊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咔嚓！你们可别排除了。可以扎辫子了，还有个粉丝说可以撒撒娇。撒撒娇，这位 boss。撒个娇吧。这位 boss 是你撒个娇，你难道是淘宝网会员吗？哇，这位有点帅，这位有点帅，给放过看。你还是别看了。对，我出去拍张，出去拍张。你们发点有意思的话呀，怎么没什么太大意思？你们平常没有想跟我们说的话，那这样我只能关直播了。真的是吗？我只能关直播了，没意思的话，我问点有意思的话呀。你们搞怪一点吗？难道不爱我们了吗？粉丝们，你说句好玩的话呀。三二一，OK， 拍了啊，这个应该成了。说句好玩的话呀。什么？你这不要自己剪头发会变得像狗狗一样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你们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我都破音了。耿瑞现在都裂开了。耿瑞这个头型。耿瑞给 boss 们看看你的头型吧。好不好？如果等，如果自己介意的话，就不要了。你自己想可以吗？觉得？主要我看你是介不介意。把你的帽子。你摘一下帽子吧。想摘吗？没关系，不管你怎么样 ，boss 们觉得你很帅的，所以说无所谓的。他非常介意，非常介意，他非常介意。那 boss 们没有办法了。看你有没有这个眼福看到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我们狗狗现在是对自己的形象各方面比较注意，所以说，哎，有的造型可能，如果头发我们狗狗长一点的话，会特别帅啊。狗妹姐回到了刚刚练医生的时期。OK， 那我们过了，好吧，过了，那我们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哎，我感觉拍上瘾了，拍上瘾了，我们最后再翻五个，好吧？最后再翻五个啊！最后再翻十个啊！最后再翻一小时吧。怎么？贺兴隆你好帅！哎，这位会说话，我的天啊！重新，兴隆被迷倒，重新再弄一下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你看你，他说什么？哎，怎么不说话了？怎么？你们怎么不说话？如果你们再这样的话，我就再拍一个就不拍了。你们倒是说一句话。你们现在再说一句话好吗？说点有意思的话，就是，就你们稍微多说一点话，就是你们没有想问我们的吗？要不然马上关直播了呀。对啊，我们最多还有两秒钟的时间。你们快呀，不说话呀。直播间的播放，这狗嗨起来，应该有了，嗨起来。这说什么呢？没意思，出来挨打，哈哈。等一下，这人，哎，多高？
方了。不，就回答这个，没意思，出来挨打。我出来挨打，是这意思吗？满足你。我什么没意思 ？OK。太激动了，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没事，你们说什么？那就是没话说了。那你就没话说了，那以后就不看了。完了，姚也这么没话。他没话说。没话说了。他们不爱我们。再来，再来五个。一个一个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你们要自己把握啊、哦！有话说的话，当然说得出来。你们说完，今天可以尽量满足你们，好吧？尽量满足。哦。只是我没满足，也不要怪我。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难道没有问题的吗？给大家来个直播吃辣的。哎，可以回一下这个弹幕哎。哎呦我天哪！你真吃啊 ！Let's go， 来拍吧拍吧。我有点假的、啊。拍了啊！来刷起来啊 ！OK， 就是他了。谁呢？他是谁呢？他为什么只会啊呢？是你们没拍到？那就是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不管我们做的再不好，你们都不说。我们就是说不起，我们就是不行。我还没看。我们就是主持截的不太坏，对不起啊。那你们再来一次，来一次、啊，这个没拍到问题。OK， 这个立马要换环节了，这个拍吧，妈呀，没拍清，没拍清。boss 们说的话，这都会保存在。摇花手，哎呀，不行，拒绝土味，拒绝土味。你不要，你不是说土味吗？看来你们喜欢土味，也不喜欢土味。你们就是喜欢看我们做土味。你们打一架吧，好吗？这个不行啊，这不是问题呢。你们不喜欢看我们做土味，但是自己喜欢土味，这就非常的。真的是为难我们吗？ 那我们就稍微摇一小下。吓人。头摇，那头摇花，摇花头。三二一。马上，这最必须最后一个了，我不行了。你看他就会啊，本文盲 boss 只会啊。哦，最新想学的舞，最新学的舞想看。four 四，我吗？四吗？可能打错了。哦，那没有办法，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，欢迎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录视频可以展现给你们。又有。你好，把这个可爱的兔兔吃掉了啊！大家看到这星球，看到没？星球，给大家吃个兔子，这个假的。哦呦，哎，这三位好无聊啊！不能让你们吸眼，我们都不管他们了。哎、这样，你看贾雨在带的，贾虎哥要睡着了。你听我说，现在呢，进行到最后一个环节，需要你们把你们的麦克风还有你们的摄像头全部打开呀。把你们的摄像头打开，然后我们就继续做这条街上最高的站。然后，现在你是一个人一个人来啊。然后先从贾宝哥开始吧，就是一人对 boss 们说一句话，好吧？你们三个先说，我们三个后说。因为我知道 boss 们很久没见你们，很想你们呀。然后你们也很想 boss 们呀。要说什么？你。对，稍等一下，这样，你们你看着点啊，我要把摄像头录给 boss 们了。你3 2 1，好，我们今天拍卖的是，这个好像卖不出去，我觉得。我卖贾宝哥。贾宝哥，属实手举的有点累，贾宝哥刷一块。嗨。说啥了？就是。嗨，就是希望各位 boss 们还是像刚刚说的一样，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，要那个做好安全防护措施，保护好自己，然后勤洗手，一定要记得勤洗手，然后哪都不要去，就在家里待着。嗯 ，OK， 加油，我们一定可以的。我们一定可以的。特别棒呀！我们那我真的谢谢你了，贾天年特别的棒，现在叫谁？狗妹，狗妹，起，你来。像他们谁？像他们。到我了是吧？对。对，就是你。你把摄像头调整一下。那你最好是好一看一下。没关系，你可以把帽子拉低一点。对。实在不行，你可以把自己藏起来。没关系。啊，对，来，三二一，准备了啊！你可以拉低一点，没关系。三二一，可以把整个脸挡上。说吧，开始了。哦，这帅！我的天！哦，我好酷啊！羊帽子那一下有那味儿了啊！可以开始说哦。羊OG。哦，他刚才摘帽子了，是吗？哎，可摘了一下，boss们如果手快点接。
说吧说吧，可以开始了。哥哥手有点累啊，哥。嗯。说话。现在是春天是吧？天气面面，天气慢慢变热了，然后但是 boss 们也不要脱下你的外大衣，俗话说春捂秋冻是吧？咱们冻，咱们就捂一下，春天捂一下，秋天冻一下，行吧？春捂秋冻，行，特别好。就是春天也是要保暖一下的，没错。春捂秋，行，好好。还有什么想说的话吗？打完嘿，还有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，拜拜。好。好的，你怎么有这么强烈的？特别好。然后炫亮了，炫亮准备好摄像头，把你的头发调整一下。对，把手机稍微拿远一点。稍等一下啊，炫真的有那个，赌太大了。准备好了吗，炫亮？来吧，三二一，开始。5元。十元。哎，是跟 boss 说话对吧？对呀、啊。对，是的，动啊、是的，你跟你亲爱的 boss 们说说话吧。动啊动啊。你说说话。现在呢，我还在自己的老家，然后因为疫情原因，我没法回北京，所以没有能那么快的见到 boss 们，但是 boss 们也不要遗憾。我们也没见到 boss 们。我们这是看他们说话而已。啊啥呢？你说。到了夏天了 ，boss 们一定要防止自己中暑。什么夏天？好活。好活，春夏秋冬那个好，祝我们明年生日快乐，好，特别好，哎，好，那么小雨来吧，好，小雨啊，我就是希望 boss 们能乖乖待在家里，然后勤洗手，然后我们一定共同抗疫，然后很快我们就可以见面的，然后如果今天有和龙哥是同一天生日的 boss，祝你们也生日快乐。然后如果不是的话，爱你们，那就明天祝你们。爱你们。OK。你。啊，就是我首先啊，我觉得就是像今天的这种形式，大家一起多一些互动，然后一起做一些小直播，像这种云生日啊什么的，非常有意思。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想多多跟大家做一下。但是就是 boss 们以后发言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好好发言，说一些有意思的，咱们大家聊起来，互动起来，这样会让整个直播呢更有意思一些，对吧？然后你们想看的话呢，可能我们情绪一到了，也给你们做了，是不是？对吧？首先就是把这个气氛给我整到那个点上了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弄这个。哦。啊。对对。刚呢。怎么开始了？怎么？今天稍微有点难了。然后八五七，然后他我们马上不就要集合了吗？集合之后，相信会给大家带来集体直播，然后或者集体物料，然后一定让大家在家的时间也好好的能看到我们。嗯，给大家完整的播 story， 好吧？尽量，我尽量，好吧？就如果我不在的话，对不起。OK， 看一下。那么现在到今天的主人公来吧，生日主人公。那么我想说的呢，首先呢，就是对我的爸妈特别感谢，因为在2005年的那一天呢，就是妈妈特别痛苦，然后辛苦的生下了我，特别感谢，谢谢妈妈，然后也特别谢谢爸爸，然后还有感谢，就是首先呢，肯定是感谢我的家人，对，第二个呢，就是感谢我的五个兄弟们，哎，可以。就是即使不在也可以通过视频通话，这30多分钟了也这么辛苦的陪我视频聊天了，然后其实每一次我们在一起过生日的话就很开心，就不知道我有什么感觉，就是如果少了人的话就感觉有什么不够，就少了点什么东西的感觉，然后对，就是有我们五个在，就生日怎么过都是最好的。然后第三个呢，就是感谢 boss 们，然后 boss 们为我做的应援呢，都特别爱你们，特别好，特别特别棒，特别好。然后希望我们以后可以继续陪着我们 boy story 长大，然后陪着我们一起成长。然后我想说什么来着？下次呢，我们可以这个就是评论呢，可以再更有意思一点。然后。我们也保证我们下次如果再有这种直播的话，我们会搞一些好玩的东西，对吧？就是因为今天生日嘛，主人公是他嘛，然后我们
下回争取把主人公那位 boss 们，然后就搞一些好玩的，好吧。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我们这妆发怎么回事啊？嗯，我们是自己化妆，我们自己做头发，真的，哎呦，你看呐，我们这么，我们从小这多什么多久来着？其实我们。啊，下午就开始准备了。其实我们是从四点开始。头发，头发我不会动啊，不会夹，好吧，不会夹，不会夹。然后，但是为了见 boss 们，就必须得把一个挺好的、不错的形象展现给 boss 们。然后 boss 们呢，也是下次可以不用光顾着啊，可以说一点想到我们的话，因为我们说实话还挺想互动的，很久没有见面了，所以也很想 boss 们。是的。跟我同一天生日的 boss 们有吗？我觉得应该有，有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我是爱你哦。然后跟我不同一天的也祝你生日快乐。有，全是有啊，全是跟大家特别好，全是特别好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您是主人公啊，您主人，主人公啊。镜头，其实我觉得有这种弹幕的形式特别好，特别好玩，特别好，实时互动特别好。boss 们弹幕刷起来好不好？狗狗你开心吗？狗狗卡了，嘉博哥你开心吗？我何止开心呀，我快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们。来，现在我们把摄像头都转给 boss 们，我们来一起齐齐的打个招呼，好吧？少了这个感觉真不是什么 boss 好不好？来吧，来吧，来，来，咱们一起。准备好了啊 ？OK 了。这怎么我应该怎么拿？三二一，不是，那就这样吧。那不是我。今天这个，哎，三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啊，我裂开了。OK， 没关系。再来一次。直播没有。好了，正经一点，我们正经一点，对吧？来，有延迟啊，所以大家就再配合。OK， 三二一。大家好，我们是。嗯，对呀。算了，我们需要的，我们的赵薇小哥脸有点红了，稍微缓一下。就赵薇小哥哥，就是大家把那个气势拿出来，咱们播笑声喊的洪亮一些，好吧？好吗？来嘛，来吧，三二一，你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Boys to Ray， Yeah。OK，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直播也就做差不多了，对，做的差不多了，直播，做的差不多的直播。哎呦，这个 X 这个叉叉就在这里，可是关不关呢？怎么办呢 ？Boss 们肯定还是看不够我们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们也虽然看不够你们，但是看不够你们发的字，但是怎么说呢，还是得关呢。到点了啊！说实话，我今天生日过得特别的愉快啊。有 boss 们和成员们就在一块儿都特别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了，特别渴。相信我们以后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有意思的物料，还有哎，我觉得其实下一次呢，我们过生日的时候都可以直播，也可以这样，就没必要做。boss 们可以同一个时间跟我们一起过生日。不是同一个时间，但是是同一个。直播 OK， 那我们最后跟 boss 们拜拜吧。狗狗把脸露一下，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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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关了啊，boss 们再见啊，不要不要不要。